哇，一双母亲的手带给我们是多么的温馨，多么的可爱。用我们妈妈的手来创造世界的摇篮的手，就是我们今天带给普天下的妈妈能够母亲节快乐。哇，掌声鼓励。哇，够有感觉哦。我想着我过去的爱人，啊，不过这个爱人一直都无来。当到斩一料，我突然梦想到他终于来到我的身边。这个爱人就是我深深想念的安娜达。安娜达，你在哪？要出来不？来，欢迎我们的安娜达出场。Thank you.